99% 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车牌上有水印，而且每个省份的都不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在哪呢？哎，这个呢，就是陕西的车牌上面印的竟然是兵马俑，而且呢，不光是汽车有，就连电动车也有。那这个呢，上面印着熊猫水印的车牌，大家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是四川的吧？这么说，四川人还真是骑熊猫出门啊。和四川人民一样生动的呢，是云南和青海，他们的车牌上印的是大象和藏羚羊。上海的车牌印的是白玉兰花，新疆的印的是天山雪莲，江苏的印的是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，而海南呢印的则是我们的椰子树和浪花。哎，你猜猜山西的印的是啥？我知道，这是个醋罐子。人家那是山西五台山的大白塔。除了上面这些用动物、植物、地标以及建筑物的呀，还有一些省份主打的就是一个简洁明了，比如天津用的就是金，北京用的就是京，那黑龙江就了不起了，它直接把全省的地图都给印上去了。其实这些水印啊，就是一个防伪标志，主要为了防止那些不法分子假冒车牌套牌，跟我们人民币使用的水印呢是一个原理。赶紧看看你家的车牌上是什么标志吧，在评论区评论起来。